志玲姐姐花博开唱，三度走音。志玲姐姐昨晚开心奖健身缤纷花博演唱会。他前天预告会对嘴演出，但当天决定亲自现身展现诚意，是三度走音。志玲姐姐下台后收访，对于不断走音忘词，勉强给自己及格。林师傅邀来500、五月天、SHE 等5组大牌艺人轮番开唱，为11月6日开幕的花博造势。让我们。